真的很饿。可是你刚不是吃一碗饭？对，我吃一碗饭，但我还是很饿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开车，大家都不会讲话。今天换你当了，帮我梳头发。我明天可以换呢。好秋裤啊！你是新来要面试的？这个超酷！你要做董事长，然后我是小助理，助理。请问这下你可以吗？那身高体重。
提案的。对啊，这样结束了，结束营业。对呀、啊。真的，可是我们下次见面是七月十九，是跟你们分开就够了。真的，就觉得靠怎么聊不够的感觉。对，因为我现在下次，假如我们以后有钱的话，我们要去开一间就是会从早聊到晚的店。傻眼，你又在幻想，就觉得很私房。你又在吵吵了，你又在吵吵。真的好笑。拜拜，拜拜，一起呀、啊，快呀、啊！这个。